慢点啊。他们是云南省军区迪庆军分区高原集训队的侦察兵，参加野外生存训练。他们从早上六点到现在的十一个小时，还没有得到食品补给。这周围好好看一下，散开那个，散开那种，这周围五十米范围内，那边有没有？没有。好好看一下这个大树周围的。在香格里拉为期两天一夜的野外生存训练中，队员们将从海拔3500米的起点行军至海拔4100米的终点。第一天，他们要向指定的坐标点开进，并且在坐标点区域找到任务指示箱，而箱子里面会有少量的水或食品。哎，在这儿，在这儿，找着了，在这里。我等的花儿都谢了，我要吃牛肉。这块应该有个3800多这块，确实因为加上又有缺氧，然后一长时间的不吃东西又不喝水又头昏嘛，又冷。找到了，找到了！哇，终于找到了！报告副营长，一组找到。中不中？中不中？不知道，应该是肉，我感觉。然而现在他们还不能马上开箱，因为担任集训队教官的侦察营副营长鲁荣培楚还有话要说。你们组已经先找到了啊，咱们大家在这边已经把这个牛肉箱已经到你们手上了，好，就蹲一蹲。可以可以可以，没问题没问题。所以说当时真的拿到箱子，就是感觉，哎呀，就是我们的幸福来临那感觉，那种感觉就是特别的饿嘛，因为感觉想把箱子都给他吃了当时。让我们边休息边娱乐边开心一下，然后用歌声来迎接他们到来。要不要？没问题，没问题，也是给他们给他们这是个目标嘛。好，好，好。鲁荣培楚是迪庆高原土生土长的藏族军官，对于高原训练有着丰富的经验。为了在这次野外生存训练中营造不畏艰险、奋勇争先的氛围，他把14名队员分为两组，李志祥和强巴多吉分别是两个组的组长。李志祥21岁，入伍3年。乡巴多奇23岁，入伍5年。哦，找到了，在这里。这天上午，藏族战士乡巴多奇带领的小组先到达指定坐标点，找到了第一个任务指示箱，得到了水和盐的补给。而后到的黎志祥一组什么也没得到，但是黎志祥一组下午开始领先，找到了第二个任务指示箱，他们组每人可以吃到4两牦牛肉。箱子里的牦牛肉是暂时吃不上的，李志祥他们要等强巴多奇一组到了之后才能打开箱子。通过就是唱歌帮助战友，让他们听到我们的声音，让他们照顾来。由于高原山地地形复杂，强巴多奇一组在行进的途中迷失了方向。虽然他们一直在努力辨别正确的方向，但是此时已经偏离黎志祥一组到达的指定坐标点很远的距离。不过大山里的歌声穿透力很强。别看了，上去吧。你们都在那唱歌，给你指示方向。他们已经到了，有些在唱歌，有些在那这个叫的声音特别大，然后叫我们这个听着这个声音方向就在走。我的心在等待，永远在等待。我的心在等待，永远在等待。我的心在等待，嘿，在等待。晚到了可能一个小时左右，他们5点过1点才到那个地方。然后最后他们过来以后，他们我看他们情况，他觉得很好。这是强巴多奇一组的队员，由于晚到，尽管他们又饿又累，
但是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黎志祥一组的队员吃牦牛肉了。生的啊！吃吧，兄弟们，好好吃，慢慢的吃。不要噎着，不要噎着。你看，直接弄个最好吃的，你看什么味道？这个好香。到现在，黎志祥一组的队员们已经有12个小时没有得到任何的补给。尽管没有火源，每人4两生的牦牛肉也十分的珍贵，而这也是教官鲁龙魁楚的特意安排。他要让队员们在野外生存训练中得到更多的锻炼。强霸多级一组的队员们是吃不上牦牛肉，因为上午在向第一个坐标点开进时获胜，他们得到了水和盐的补给，现在还仅存了1秒。我们吃这个。显然，强霸多级一组的队员只靠一点盐是无法补充能量的。这时，教官鲁荣陪楚要帮他们一下。现在大家一天没有吃东西了啊！大家一天没有吃东西，啊，我们这个周围啊，大家看一下，都是吃呢，不是？你们看一下那个树上挂呢，我们是地精香格里拉的金丝猴最爱吃的树猴子。走，赶紧吃东西，快点！哎呦，高原山地它那个高原地形，这个上面它可以说能吃的食物也不是很多，最多就是有的就是可能。那个滇金丝猴他非常喜欢吃那个树猴子，一些他地方还拿这个当中药。海拔3000米以上才能生长的树猴子是长在树上的一种菌类植物。他那个树猴子非常好吃的，就是树皮的味道，要提供一点的，对，就是尽量的要吃一点，对，不然他们坚持不下去。往上走点走。特别爱吃肉，是吧？我兄弟们，兄弟们，来，看一下，你们的是肉食动物，我们的是肉食动物，兄弟们，别了，别了，吃一坨，精神一上午，别了，别了，你们都没有，我们不能吃啊。尽管野外生存训练十分严酷，大家都已经饿了12个小时，只能吃少量的生牦牛肉或者树胡子充饥。但是集训队员们却是很乐观地面对这一切，他们知道只有艰辛的付出才能提升战斗力。你是主角，你出来一点。好，大家边吃啊，然后是边听，这里还有下一步的任务等待着大家啊。啊，我们下一个即将到达的宿营店海拔高度就是3900，该目的地啊，为我们那个野外宿营店，是吧？在那个宿营店我们即将得到那个补给时，我们货车大家晚上可以去那距离啊，我们现在所站的这个战地点10公里。坐标位。尽管教官鲁荣陪楚在宣布任务时没那么严肃，但是向第三个坐标点地域开进却比之前的2个坐标点难得多。在原始森林里面会有狼啊熊啊这些都有，而加上天确实会慢慢黑嘛，如果说夜里万一2个组都走上了都没到达目的地，会出现很危险，那就无法控制了，所以就说让我们2个组一起走。10公里的距离，侦察兵们在平原上跑越野也要40分钟。现在的情况是再有2个小时，晚上8点左右天就完全黑了。对集训队员们来讲时间太紧了，他们必须赶紧出发。海拔上升到3900米，空气中的含氧量也只有内地的一半，高原反应也将让队员们的这次行军更加艰难。大多数人就是感觉就是脚走不动了，然后有的地方又陡嘛，你就感觉想整个就爬在地上，就往地上爬了感觉啊，四肢都用上，而且有的地方确实就是能抓树枝就抓树枝，能抓树就抓树，一直扒着往前面走。一个个困难接踵而至，让大家没有想到的是，之前一直茫茫下着的小雨丝到现在也变成了大的雨点往下砸。赶紧赶紧，背囊里的水太重了，这两个肩膀就是抬都抬不起来的，而且枪一直挂在脖子上面，这个脖子也是这样伸直的，就浑身没有一块不用力的感觉。
因为浑身也没有一块是不痛的感觉，就酸嘛，这里就是那个雨淋的浑身就是发软了。小心小心小心。面对缺氧、饥饿和被雨淋着的诸多艰难，这支高原集训队的队员们却始终以顽强的意志坚持着往前走。注意慢点，小心一点。怎么了？徐某怎么了？徐某在地上躺着，然后脸色发白，喘着大气，然后眼睛都没睁开。怎么了？突然摔倒的战士还能不能继续走完后面的路程？当队员们走到指定区域时，为什么看到的会是一只没有任何物品的东西？高原上的野外生存训练还想让队员们面对什么样的考验？军事纪实正在播出暑期特别节目《中国特种兵》。无比艰难的一个半小时过去了，当队员们已经走了将近9公里的时候，战士徐某却出现了严重的高原反应。徐某怎么了？把背囊垫在他后面。缺氧造成的高原反应，如果不及时救治，很可能危及生命。在野外条件下，立即让出现高原反应的人停止运动，保持呼吸通畅，补充水分是必要的救治措施。自己已经到极限了，但是看着班长们这么关心我、照顾我，就算再困难，我也要坚持下去。坚持啊，坚持。队员们对徐猛进行了正确的救治，10分钟之后，徐猛的状态有了明显的好转。徐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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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不能坚持？没事啊，好点没有？要坚持啊，坚持啊，我们还有1公里就到了，一公里就到了，来，慢慢站起来，站起来，慢慢站起来，他背上我那边，别吃了，别吃，我那边。对，注意多扶他一下。来，我们继续前进。徐猛终于站起身，回到了队伍。还有1公里，他们就将赶到这一晚的夜宿点。这里是位于海拔3900米的指定坐标点区域。集训队员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尽快找到藏在这个区域里的任务指示箱。然后现在我们把全部人闪开，在这附近好好找一下，闪开，赶紧找，找到打报告。根据教官鲁荣培处下达任务时所说的情况，指示箱里装的有火柴。尽管这是6月份，但是想在高原上过夜必须生火取暖。高原它这个气温条件也是很特别的，它由于海拔高，气温一般相对就偏低，特别明显的特点就是温差比较大，有时每天的温差可以超过10度到甚至到20度。报告首长，箱子在这里。哪里？这里。终于找到了。飞哥，报告，飞哥，我们这里已经找到了。飞哥，奇怪的是，教官鲁荣培图却没有像前两次那样出现。高原上的气温早就已经明显下降，找到了任务指示箱，队员们就想着马上拿到火柴，然后就可以生火取暖了。尽管没有找到教官，他们还是打开了箱子。打开，打开，打开，不管他了。你怎么不知道？我也是给他们设置了一个考验性的一个家电，心里这个防线
几乎啊，就是如果他们再不坚持好的话，他们可能基本上就打破了。在这次野外生存训练中，教官鲁荣培处不仅要提高队员们的抗缺氧、抗寒冷的能力，更要让队员们在心理素质上有所提高。为此，他特意设定了这样一个环节，他要让队员们在极度艰难的时刻，再经受一次精神上的打击。你不是去哪里了？哎，有一个坐标，是新坐标啊。是新坐标。赶紧把坐标报出来，我们要赶紧把坐标新说出来。新的坐标点位置离这里大约1公里，队员们要想拿到火柴，必须要赶过去。队员们的心理防线没有被击垮，他们经受住了考验，在夜幕降临的时候，终于赶到了新的坐标点区域。我往上走吧，这边从左边这样收上去。报告组长，找到了，找到了！报告副队长，报告副队长，我们找到了。大家围过来。有火柴，看来今晚有救了。火点着了，不仅可以给寒冷中的队员们提供一点温暖，还可以驱赶夜晚森林中的野兽。从早上6点到晚上8点，不断面对艰险的队员们终于可以安稳地睡上一觉了。这一天，集训队员们将向海拔4100米的终点行军，这段路程大约20公里。所以说，就是他们越到后面了，他越累，越疲，但是要到达终点，他们还是在坚持靠他们的意志力。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空气中的氧气含量就更少了，而队员们脚下依然是艰难的路段。湖中的一片沼泽地危险性很大，稍不注意就会陷进去。队员们过沼泽要注意力十分集中地选择路线，既耗神又费力。在经过了危险的沼泽区，队员们进入了一片密林，此时他们已经快接近终点了。因为教官在布置任务的时候说明，在接近终点的时候会有假设敌出现，因此密林是队员们天然的掩护。在这里，他们必须有敌情意识，搜索到假设敌的位置。兄弟们，他们就在那边，大家小心点，今天。假设敌的出现，说明这次的野外生存训练到了最后的阶段。教官设置假设敌的用意，就是考验队员们在极度疲劳的情况下，能否运用合理的战术，将以逸待劳的假设敌击败，夺过代表胜利的红旗。一组从灌木丛走，二组由直线沿着甲虫下面走，一组跟着我从桂花丛那边走，各组跑步大概2组过来。毕竟全部都已经体能消耗太多，所以我就采取了一种小战略嘛，就把我们分成了3个小组。多路进攻的战术安排，使队员们顺利地击败假设敌，夺取了红旗。在这海拔4100米的高原上，红旗飘扬。
这一刻也宣告了高原集训队的队员们胜利完成了为期两天一夜的野外生存训练。尽管训练艰险而残酷，但也正是这样的训练让高原侦察兵们一次次的突破极限。他们顽强的斗志、精湛的军事素质和过人的勇气，将会让他们战胜一切，勇往直前。用澎湃的军营激情交换一个清凉夏日，用一部部精彩节目创造震撼心灵的影音盛宴。从七月到九月，军事纪实隆重推出2014暑期特别节目《中国反恐行动》，中国特种兵军演时刻，伟大的抗美援朝，台儿庄1938，覆灭的幽灵，对德意志法西斯的致命之战，多部系列大片连续播出，广角扫描军事，深度回望历史。周一到周五每晚8点，敬请收看《军事纪实2014暑期特别节目》，下期播出《中国特种兵》。